Final Fantasy 15 手机版才刚推出没多久，另一款新的 Final Fantasy 手游又紧接着登场喽。Final Fantasy Explorers Force 是一款线上合作 ARPG 游戏，玩家将可以扮演骑士、龙骑士、武僧、猎人、黑魔导士以及白魔导士，在这个全新的世界当中冒险。除了可以自由切换职业和四名同伴一起执行任务之外，本作的重点就是使用魔石来变身。只要累积足够的能量，就能够变身成 FF 系列的知名角色，不止外观帅气，就连战斗力也会提升哦。